兄弟，讲完了没？兄弟，别换子了，我当你别换子了，你这么聋？不是我当，我跟你说话，你这么聋？我跟你说话，我尼玛差点没打过。 兄弟，我来了！可惜了，兄弟进来了还想跑啊？ 这自闭城可不是你想进就能进。 真他妈狂我！你这个什么东西？不，这个人啥子意思哦？ 哎，我他妈狙不到他。吴认真太没意思了，就是他那个跳出来真的，那个确实还行，那个确实挺帅的。兄弟，我现在学了一个跳箱子，很屌，飞出去。<笑> 去 fucking CS， 你不打一把吗，兄弟 ？fucking CS， 兄弟，卸载了！我枪给让我给他。我右边马路上没看到吗？你？我看到了，刚刚在看弹幕没看清。仔细怎么的杀手，兄弟？ 刚才看他们，是我，你掂量着点吧，陈国民。你真的跟脑壳干死？他干的是我吗，兄弟？你觉得？但是脑壳是我兄弟，我应该会帮他干你。我他妈一只手就给他捏住了，兄弟。两只不死。